上货上货上货，这有一大群鱼，应该那种冒烟。鱼大还是中边？鱼大还是中边？六边来，南九边来。中秋过来，鱼怎么来个？我讲晓得呀，鱼怎么来个？中秋有吃的。上货上货，看一下，六米五的网，全网十五斤，三两，四网十六斤。大鲤鱼，那卖怎么卖？啊？卖大鸭吧，老板。哦嘿嘿嘿，卖大个，卖大个。冒油冒油，怎么那个？哎呀，我晓得是做毛毛那个。本来就从那爱看的位来来，就往那边，对，就过水边那步。没有，后来就要一个呀，压一下龙了。压一条龙了。没用费啊，反正买个那什么买的牛肠子，反正买个那立马就买，别他那就可能要干盐嘛。立马，一揪个立马，看得中，一下看得中。哦，我一揪，哦，我又包了一毛，又包了一毛。哦，钓了一只蛇个，再给我拿一下，帮你啊，再给我拿一下。哦，我也只是一只，是两只，全部抬开不？Thank you.